美丽的孔雀舞蹈深深吸引众人的目光，慈科大的学生在暑假期间进行海外巡演获得热烈回响，这是他们回到台湾后的首场公演，获得台下观众热情的支持。我最喜欢孔雀姐姐，因为她跳舞跳得很好。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小花死掉的时候，真的是感动到都哭出来，觉得那个整个戏剧的感染力其实还蛮强烈的。儿童剧的成功是目前幕后共同努力完成，剧团里有学长姐的经验传承，剧团外有师长的全力支持，而经历过海外表演的历练，学生们的演出更加成熟，自信地展现肢体，在舞台上快乐的成长。虽然我们从马来西亚到现在已经停大概有两个礼拜了，但是大家一表演起来就感觉还是一样，就很尽情的享受这个舞台。我看到同学成长，从他们的笑容、他们的舞步，然后散发出来的，我觉得是自信。团队合作成就一出完美的儿童剧，慈悲的孔雀、美丽的身影、户外互生的观念也深深烙印在观众的心中。大爱新闻曾善美志工牛淑平、张义川、罗瑞欣花莲报道。